首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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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北顺来了，在外边等着呢。啊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这边请。首长好。小周啊，你不在北戴河守着，还跑到黄浦江来干什么？我就是为了给北戴河会议做准备才来的。什么准备啊？首长，我琢磨着要开北戴河会议了，我们翻盘的时候到了。您看，我做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。这份文件总结了习近平反腐以来河北省官不聊生的现状，还有经济下滑，还有老领导威信受损等等。我想把这份文件在各派长老祭取的北戴河会议上抛出，借此逼迫习近平收手，甚至直接扳倒习近平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这是混蛋啊。他真是混蛋，有这么差吗？首长是说政治核弹，政治核弹。哎呀，谢谢首长的夸奖。自从习大大反腐以来，真是官不聊生啊，跳楼的跳楼，抑郁的抑郁，株连的株连，灭门的灭门。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。这个我都知道，这个习近平啊要打苍蝇，我没管他，他打两只也就算了，结果他又打老虎，打老虎打两只也就算了，他要打什么老老虎？敢动到我的头上来了！我倒要看看。别看了，再看就来不及了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你放心，只要我还活。活着，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既然您来了，我们就商量一下后事吧。啊！我是说，我们商量一下后续的事宜。好，好。请首长指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小周啊，现在河北帮还有多少人呢？政府方面，我还有三个省常委是我帮成员。金融方面，有戴向龙、郭文贵，还有车峰。我问的是没有进去的人。没进去的哦，还有一个曾伟，不过好像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。人太少了。首长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其他省份，凡是在反腐中受到牵连的官员都订立了攻守同盟，一方面对姓习的消极怠工，一方面加紧整理黑材料，准备在北戴河会议上抛出，让党内各派元老叫停姓习的。好，小周啊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呐。你原来是周永康的秘书，习近平不
会放过你的，你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啊。首长说的是，哎，想来给周永康当过秘书的纪文林进去了，郭永祥进去了，李华林进去了，李崇喜进去了，于刚也进去了，就剩我了，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。哦，什么精神力量？这种力量就叫做想死又不敢死。不要灰心，我们虽然折了枪杆子，但是我们还有钱票子啊。是啊是啊，这次股灾您略失手脚，就是姓席的大伤脑筋，是姓李的就是无效。我们这么多的后备资金，只要我们想，随时都可以让习近平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 A 股跌停绿油油啊。是啊，还是首长高明。小周啊，你不错啊，如今像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人啊不多了。是，当年我恶事做绝，根本就没想着给自己留后路，我是铁了心要跟着首长一条道跑到黑。跟着首长一直走到底。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，首长，昨天周本顺开会的时候被抓了。你看报纸上写着呢，这个习近平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他竟然敢动我的人了。是啊，太不像话了，真是。哎，我这真是人走茶凉啊。哎，今天人民日报有篇评论跟您说的这话差不多啊。评论念念。题目叫做辩证看待人走茶凉。接着念。有些老领导退下多年还不撒手人寰。不对，我念错嘴了。退下多年还不撒手，让新领导很为难。我就是不撒手，我就是要等着北戴河开会。哎呦，您别等了，今年北戴河没会。没会？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今年只疗养不开会。哼，没会我也要去，我还要去蛙泳呢。要让他们看看我还很健康呢。五一黄金周，来台三日游，深入敌占区，处处都是楼啊。哟，同志，哎，同志，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怎么骂你了？你叫我是同志，你才是同志嘞。啊，哎呀，忘了，这跟国际接轨之后吧，才知道这同志原来是同性恋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算了啦，没关系啦。那我叫您帅哥吧。你们这是在这干嘛呢？今天是5月1号啊。哎呦，您这要求加薪。哎呀，这大过节的您在这儿寻衅滋事，你不怕城管收拾你啊？讲什么啊，我们哪有寻衅滋事啊，这是在过节啊，5月1号啊。你们这过的这叫啥节呀？5月1号啊，国际示威游行日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五一啊。
哎，我们也过呀，就是劳动节嘛，也叫黄金旅游周。没听说过国际示威游行的提法啊？哎，你国小怎么上的嘛？哎呀，回去查一查维基百科你就知道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反动的节日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怎么通过政审的？哦，你是大陆来的，难怪你讲的我都不晓得嘞。啊，什么城管城管，我们台湾呢没有这种物种了啊。哦，啊，你到台湾来是？哎呀，这不过节了吗？出来旅游旅游。哎呀，你们呀就别在这资本主义邪路上走了。你看看这大过节的，游行的，示威的。哎，那你们是怎么过节的呢？哎，我们怎么过的都有啊，旅游的旅游，加班的加班，拼劳模的拼劳模，那叫一个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。哎，你看看你们，示威的，游行的，抗议的，一看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。哎呀，我看啊，听我句劝，你们就别在这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了。其实我们也不想抗议嘛，只不过要保护劳工权益，这最低工资太低了。啊，你们一个月最低挣多少啊？哎呀，太低了啦，最低工资才5000块嘛。哦，不和你讲了，他们都走远了，你好好玩，拜拜。这邪路走的，一个月才5000。最低工资5000还抗议，这让我们走正路的情何以堪呐！